有一个问题，我问问师傅，我身上有两种妇科病，我在求的时候是一次性求妇科病，消除妇科疾病好，还是一个一个来的好呢？你这样吧，你就妇科病的话，你就说啊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消除我身上的妇科病，明白吗？啊，因为业障所牵连，我会念多少张小房子，会念多少遍礼佛，你要这么讲的，你以为啊？